주세요. 킹킹. 婆婆 S 妈以及三个女儿到韩国玩，姐夫具俊晔也亲自担任导游，带着他们爬爬照。七日，微博更流出一段具俊晔和小 S 在他首尔家中的24秒热舞影片。 有趣的是，这影片里两个人玩得很嗨，不过小 S 的婆婆和女儿们似乎已经习惯了，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而近日，具俊晔登上韩综黄金渔场，不仅再度谈及与大 S 的甜蜜故事，更首度公开两个人的重逢时刻画面。최초 공개예요? 그죠?